看一看，然后是有四种颜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只要109元。夏天到了，我知道。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这个修身打底衫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天气变幻无常，变幻莫测，你根本就不能知道这一秒还是晴天，下一秒会不会就雷鸣闪电，然后狂风暴雨都有可能。所以大家可以如果现在穿这样子款式的这个针织衫，我那个打底衫，现在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谢谢侃传奇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六款打底衫都是我比较推荐的，然后每一种里面都有很多别的，谢谢啦。每一种点击进去以后都是有一些不同的颜色，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一款，我觉得就挺不错的，这件现在是109元，这件款式我觉得很干净利落大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件穿起来很有型，那么也是有分两种颜色，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件的话，我希望就是可能皮肤黑一点的人穿好看，这件皮肤白一点的人穿好看。如果你皮肤黑的话，你就尽量穿亮一点的颜色，如果你皮肤白，你就穿一些深颜色也都可以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这个，比如说像这件米字旗的针织衫，原价299，现在也只要98元，也是四种颜色可以选择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特别推荐的是灰色和黑色，灰色和黑色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外套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外套，如果是现在夏天的话呢，现在夏季外套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因为夏天了，我可能不太会推荐大家穿外套。如果你真的要选择的话，像这件运动休闲套装也是可以的。这首歌是如果哦，这首歌是我还想他，可以看一下。那么我还很推荐大家的是这件圣诞树套衫针织衫，这件是明星同款的，是价钱是119元。那么大家看到很多明星都有在穿，那么我觉得这件你穿上以后，我觉得非常有型。那么这件，而且它这个材质不是很厚的那种，我觉得现在穿是正正好好的，就单穿一件这个就可以出门了。那么还有一件像这个男士双领 V 领针织衫休闲打底衫，这件也是就是因为你看它这里有一个 V 领的这个双色的一个假领，那么这有也是有分灰色和白色的。谢谢离别伤。对，穿上它去上班或者上学都帅极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灰色和白色的都可以是选择一下。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白颜色的。地址就是你进一下我的微博，我微博是陈小花陛下，然后我第一条微博的第二个这里有个传送门的，直接点进来就进到了我的男装店。那么我的男装店你也可以搜索淘宝，搜店铺名花之驿站，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店铺中来。我的店铺名字叫花之驿站。问我有没有大码，我们是有大码的。我店里面的特色就是码很大，你看有 2XL 的也都有，就是你如果是那种彪形大汉壮汉或者是1米9的那种，你都可以穿，我们的最大号都可以穿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是打底衫的一些推荐，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天气穿打底衫有点热，那么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49元的 T 恤，也可以选择一下我手中的这款同款花花 T 恤，是印有我照片的同款 T， 是纯棉的，材质非常好，大三穿多大的 XL 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联络一下客服，联络一下我们的客服妹妹。那么你问她说，我183，我穿什么尺码的好？那么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，我自己穿这件是我的号。我自己的一个小号的，那么希望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啦，谢谢大家。另外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朋友家的这个燕窝，
朋友家的愿望呢是这样子的，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，如果说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说你很就是不知道你送你要送一些什么，比如说送一些亲朋好友啊，送女生送女孩子，尤其是